头发贴头皮显脸大，教大家五分钟打造出这个可以修饰任何脸型的头包脸发型。首先要让头发变蓬松，取出耳边的头发，蓬松夹跟头皮保持垂直，夹住发根停留3秒，往下是2秒，1秒快速带过。为了让头发看起来更自然，中间可以间隔一层，不要夹上面一层，就按照同样的方法使用蓬松夹。往下呢，可以一边夹一边把头发往内扣，这样就不会一整个炸开。然后越靠近头顶，夹的距离就越短，看这边蓬松过的发量就直接翻倍。后脑勺扁平的话也要处理一下，注意要把蓬松夹往前面的方向带。再来解决颅顶高度，取刘海后面的头发，蓬松夹垂直于头皮，夹2到3下，这样头顶不容易塌，而且夹痕也不会很明显。蓬松度的问题解决了，接下来拿出一个35毫米的卷棒，先把下半部分头发简单卷一个内扣，刘海部分用卷棒往后翻转半圈，侧边头发一定要往后面的方向卷，卷棒向后旋转一圈，再慢慢往外拉，这样子卷出来的弧度呢就很自然，有一种慵懒随意的感觉，不会很刻意。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步，卷棒先竖的夹住刘海根部，再慢慢扭转90度，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看的 S 型刘海。最后用气垫梳把头发梳开，就可以得到一个巨显发量又很修饰脸型的漫画感卷发。